大家好，下面演示 DR246S 口罩呼吸阻力测试仪。本次实验使用标准 GB2626。首先，打开仪器电源开关。点击清零，设定通气量85升每分钟，点击呼气测试，选择预实验。正在进行呼气预实验。预实验结束后，安装好试阳，确保面罩与试验头膜的密合。点击继续。开始正式实验。测得一次实验结果，需进行4次实验，其中2个为未处理试样，另外2个按照标准要求进行预处理后实验。吸气测试，另取4个试样。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实验。全部实验结束后，点击测试结果，查询实验数据，打印输出。这就是我们大荣仿仪的 246S 口罩呼吸阻力实验。